对，又突发性事件，早知线。丁，再一个，甲乙丙丁戊。戊在哪？这房子够难找，也许是这一间。丙，有丙有丁，戊在哪？甲，看他规则。原来如此，是给内单。丁，哎呦呦！哎，还没出发哎！还是这个？200文钱。在此西面，沈燕青，闹钟，我已经拿了，我记得我先拿了。要死不活，居然还有白无常，每一代都有了，二代也有。
他乡遇故知。十几年前负责接应。你也是办事不力。哼，体弱多病，就转身之后马上就死了，3岁就挂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有选择。先点点点。天相续命路。对，这个居然还有阶段性任务，原来这个还有第二阶段。嵊州，这任务真多啊！对，我知道这个。刚我们在那迷宫找到一个尸体，就在18年前，他有看到他，说要去找药。忘记是哪一间了，有一间。这个，
支线每个都很悲剧，支线都每集主线也差不多。看起来主线还比较娱乐，支线真的很悲剧。还跑那么快，真的。哎，为什么他要离开队伍？他带走了，他带走了重要东西。怎么对的？地脉，掌门以精髓出名间人，父神界请命，重铸索奥塔的根基，切断李楚山妖孽的源头。不用打通地脉了，我们白走迷宫了。做白工的样子，走了五六个超大迷宫，然后哇，你们房间超远的，我记得他们两个房间超远的。真的远，先看这边有没有出来。哎，你又来了，来，你又出来了，这次我一定要买好买满。但是不够多啊，这样无敌啊！我不相信 BOSS 那么多。紫油粉呢？紫油粉不需要，干嘛增加敌人呢？但是可以练功啊。暗器这个丢满就很有效率，这个弄好。效率极高，值得我花11万。没记错的话是这一件。有今朝有酒了，又在今朝。哼，越来越不多，越来越多。
感觉蜀山都不能住人了。其人品必有问题。蜀妖塔底部架起一根大柱，就那个我们每次拆柱拆很爽的，换柱时间。加固蜀妖塔真是笑话。看起来没支线了 ，Go。卫生堂。夸大其词，贪天功为己有。这种要说吗？少年之好友一同拜入蜀山人家。哼，企图逼迫他退伍。偶尔找你倾诉而已，这是不是怪怪的？苏明早已察觉我两人往来，原来是证据啊！干嘛？这是另类仙人跳吗？让我依法修炼，依法修炼。
哇，还可以过几十年。哼，突然发难，窃取全部法力。我的修为和他的修为融会贯通，肉身成仙了。真强，闭关几十年，修炼成仙。不过变超老了。我靠！从这，我们挑战神界认为索尔塔多次出事，需要派人看守。然后就真的去守塔，这太好笑了，这招狠。师傅暗爽，真的，师傅表示爽。回鬼街。下次你们从地脉出来。然后是 flag， 就他也没带对动多久啊，根本没办法练仙术，还好没给他，他雷气都还没练完呢。还是星选比较 OP， 需要靠星选。我靠，才1000文钱，蛮便宜的。我们用计陷害出名，还不这样？然后碎碎念，所以他这样就被害了，终于太好笑了。又剩2位了，所以还要这地脉到底有几个？应该是这边啊，对对对，笑容满面，活神就在这。哦，所以就那两个人都挂了，那老婆也挂了，所以这是他们两个吗？那个应该说那个雷元哥办事真效率，才刚离开马上就好了，这太强了。
高效率，对不对？啊，每次都找不到入口在哪。我们已经买好药品了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来见他的雷位，雷火水风都打通，剩风啊，原来最后一个地脉是风。对，心弦不来，我怎么定别人呢？自己定的效率好差，用武器定的效率，这一代的武器几率好像被那个武器要成功几率变低了。三代是随便砍随便断，只要降速增运，随便砍随便断。还有泰山压顶不错，真假？那我们把这个迷宫破完就收台，这样感觉要破到很晚，就破完这个迷宫吧。我们今天就破完这个迷宫，加油！怀念的音乐，怀念的三代音乐。很像那个神木林，不是神木林的。太痛了。
大家看起来像这家，像在这里。太强大了。到底怎么跳？角度还要对。这真的是神木岭啊！这种场景让我想到是神木岭，上上下下，还不好跳。
不是这个吗？所以吃块不是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五帝之首创是什么东西。我这个可以抓，这个。先刷这个，两颗。这迷宫看起来很麻烦。还好他直接上来，不用再爬来爬去的动画。再掉。哎，完了！我刚讲完吗？哎呦，剑指这个。希望不要死，然后烧毁。
温慧原来自带武神，身体的。应该不算是地脉啊，只是都变神仙了，最后一个地脉全部都神仙怪。Yeah.
掉下来。看起来没有其他选择，那个会掉下去，所以只能走这里。转过来。这样用阿健不知道能不能穿。来看看阿健这样能不能穿。可能不行，会动。也可以可以。好。然后更完美的，比较像，对啊，很像那个神木林的龟，不是神木林啊，那个叫天界神树的龟。
大家一起抓个奖。其实我只要点个那个狂龙枪就可以抓到虫，从狂龙枪点下去，怪物就会背对你，一定背对你。不过只就一分钟。回到一层，我靠，直接吸啊！不用纯姐直接吸，有这种事。还用射灵法阵全队平均经验值。不小心重来了，我要重读了。我能摔下去，万战神拳。
我已经忘记在哪了，惨了。下面有一个，所以应该是要爬。看起来在往右，麻烦。
这边我要看一下，这里其实只靠文字叙述很难过了。感觉绕一大圈，我从这里爬上来的。这看地图也看不懂，我要先重新定位。往前爬上树等，再往右爬下树。对，这边其实都没错。我找到了。太阳门，我靠，还可以跳过头。再往右爬下树丛，
这真麻烦。其实我到中央处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下去，能不能跳下去？想办法绕到这里，我想办法要绕到那边去。我的地方爬错了样，我要想办法绕到那边去。角度，烂到爆！应该快到了，不行，这是另一边，天啊！我靠！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完全找不到路啊！看起来不是这里，这里超级难跳。现在问题是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找路过去，我从这边出来。
掉到这里了。这里，然后呢？我可能是定位错了。现在我其实在这个一层，它有好多。往最左那一条路。对，我这一条已经走过了。不行，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儿。那个毒胆，刚那个毒胆让我乱掉。刚有一个地方误摔下去，害我整个乱掉。看地图也没用，因为地图整个乱了，我不知道我在地图哪位。这下麻烦了。好吧，只好动乱摔了，我只好乱摔动，只能踹了。不然我吃不出其他解。这边是对的，所以我现在应该可能在这里。我现在卡在没有升降梯可以坐，这里也走过了。好吧，就赌一下掉那个洞，因为那边洞也没了，这边只能一赌这个洞。不对，这个洞过不去。然后堵这个洞，刚好魔用完。这个洞看看能不能从另一边爬起来，这样才可以到那个出口。嗯，好像堵错了。这个洞还是那个洞。
这次我差一点了，我这次从那边回来这边了，有没有一样？一样没有改变，要想办法来这里，所以要从那里。啊，这样还是看不到。我们一样是从这边爬下，然后再爬上，一样没有改变，还是在这里，现况没变。掉这个洞估计也一样，从这边爬下都是共通的，这边掉下去也是一样，所以这边都是死路，这里全部都是死路，这边是错的。这个洞我刚摔过了，所以这边的洞都排除了，那只剩下右边之路了。只是右边要摔哪个洞才是重点。不对，右边没有路啊！哎，这样到底为什么？难道一开始就不该爬上来？这样完全没路呢？我全部路都是了。那我只能堵这个洞了，其他洞都是相通的。这里啊，哎，这里有一条，看到比较不一样的一条，好像有点希望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指标没有用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在一个地方绕圈圈，它是整个绕一大圈，它有一种上下观点，很像神木岭那样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找不到路，而不是不知道哪边走过了。现在是找不到路的问题，他不知道怎么走到那里。不行了，这边完全没路了，这边是死路。爬下来完全是死路，这个树洞是死路。还有哪一条活路呢？这边也是死路。对，我只能摔这个洞了，这个洞没试过了。我想不到这里，而这边洞也可能也是共通的。有啊，这个稍微不一样，看能不能从这边出去。主要是只要摔过路，这个怪就会重生，麻烦是怪会重生。我很讨厌这一组，但我不能多摔，结果还是没变，我还在这里。可能一开始这边就错了。现在卡在我应该是死胡同了，还是我从这边打从一开始走这里就是死路？因为这边我怎样也不可能走到这里，所以我必须再往前
往前回推了，因为这边基本上我没有其他路可走了，我全部的路都踹过了，这边下去也没有路，还是我有办法跳到其他地方，没路真的，这也走不过去，这也完全没有路。因为我每一条走过了，我确定没有漏了，所以我必须往回推，这样变成要往回推了，就是他每个存档点都有给啊，我看地图这边是好多存档点，现在我在这个偏上的存档点，我都要从这里来往回推，对，我要从那洞下去，哎呦，我看编号 L。还有在哪？我现在只能从终点推回，往回推了。看你有可能是哪边没走过了。对，要从 N 要从一个远方的树洞下去吗？我现在估计一直卡在 V 点。上方点，方位是这样没错。那边有一组怪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走错边了，我一直往回走啊！我刚看通了，所以我刚是因为独挡搞错边了，我现在一直在往回走，所以是没有路的。你看，就这样走进来，跳上面那个洞。清楚。好，天顺发。原来这有洞啊！就这个洞没找到啊！原来这个洞太不明显了。对啊，就这个洞，这样子我找到路了。我终于找到路了。果然没错，这一条没走过了。看一下129页有没有拿到，哎，坏掉，东西先确定了呢。
我要怎么看任务道具？真乱。有一二九页有。这边不应该往这里，应该往右，而往右却没有路。这样又回到我刚那边了，很奇怪。刚那边的确是新的洞，可是这里又回圈了。我先照着它看看。灯开始太慢了，我已经在中间了，应该有希望。三个刷新数。
总算到不一样的地方。难走。真的难走。
找不到，这差距都找不到。很受不了啊，差距不够大，它速度太快，我一定要用火烧死它，不然拿打不到东西。好，也靠。为什么逃跑比较快？逃跑怎么这么快？真的吗？想说快烧到了，下次直接睡。掌握，接下来先不要抓了，遇到五把剑在一起抓。哎，有剑可以。错路了。
会直接直直落下。哇，天哪，要重走了。路在这边很危险。我天哪，落在这里想要独挡了，我落在这里想独挡。先夜刃，先看大家在哪。路在这边真的想独挡，我看能不能走回去，看有没有机会走回去。反路在这里真的很想独挡。这么难跳，这也被挡住，所以我只剩下这一条，这个洞可以下去。这边好像还有救，这里可以接回去。
不仅要独挡了，这里就是我刚重走的地方嘛。啊，太久了，不行不行，掉这边绝对没救。掉这边，等一下我要重搭一次电梯。真的不能乱掉。就忘记是下去，我是下去存还是上去存？好像是这样才对，对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，这样的。我决定就这样了，轻松肤浅的，不想要再刷。我刚只是误摔动，然后整个就要独挡。这迷宫最本来是你摔下去就要从很前面来过。小心落下。因为他做一个隐藏陷阱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刚那个洞就是陷阱，你知道吗？它显示没有洞，但是你走过去就触发洞，所以很机车，他还做陷阱，他有掉回去。好，这个洞就是应该下去了，认为我这个洞是可以下去的。总算换怪了，总算换怪了。没有，我本来就打完这个迷宫就要休息了，只是一直打不完，已经超时一小时了。我本来就只打算打完这个迷宫，结果这个迷宫怎么那么长？
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，定位一下，登机八号，对啊，对。但没错，都来了，顺便捡。踏云靴没有，一直都有开啊。我几乎每次都有开加速，只是有没有开到最大而已。因为他看他拖不拖台前，上次没开是因为上次的迷宫都很吃，都很短，没有怪直接没有，不用重复打怪。这边是因为你要试路一定要重复打怪，我就讨厌怪打第二次，怪打一次还可以，打两次就不行。这边就很类似将军冢，你知道，我很讨厌。哎、欸，他一堆陷阱让你重来。
靠！摔错洞吗？我不认为我走错了呢，现在在上面呢。应该对。这迷宫真难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藏这个真麻烦的迷宫。
总算到了，是不是要打 boss？ 好，感谢 HCGK Link 的支持。嗨，哼，好熟悉的两个人。有啊，群战有用的，他们是群战。先不要用，还没有培养他几次。就这样输出就好了。文革其他也是要封的比较好。找个风铃珠，我应该要把它定到死。不过我现在没有装定的。哇，一个密室。只有景天比较有重。减速，减速。
他的叫声，简直这种。就让他睡，打一只就好。软骨浆。破甲，点数，残，这扫下去真痛。先闪着，我要被打死。结束了。感觉很轻松，轻松乱打。我还拿着那个飞鹏的剑。就那个还活得好好的，那个还活在啊。哼，眼神差真多。
所以这颗棋就是神树嘛？为什么李祖山跟神树连接在一起？就是那个还活着好好的，还被拆门。地方存了，那我就直接到底吧。没有了，45个，我等级多少啊？是快破关了，67级。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对啊，是南部，先去北部。灵儿，就刚才一朵花，又是百合。好了，这边之前的酒，剩下就是。刚好一点了，今天就玩到这边吧，是不是快结局了？还是还很长？感觉我已经走了一个很累的迷宫。看来明天再打就差不多了，那就明天吧，明天再结局，明天再试试看。真迅速，那个真原来如此。
都六十几等了。被那迷宫搞到，六十几等。已经玩快30小时了，真长，这游戏真长。对啊，都在迷宫里，哦，真的。一个迷宫走好几小时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，真的嘞。好吧，我们今天玩到这边，明天或后天继续。